这个就是京东无人快递车，他现在自己在等这个红绿灯哦，他也能识别这个信号灯，太强大了。现在是绿灯了，他准备走这个人行道走的。我们走近距离看一下，看看这个快递车功能有多强大。我还跑不过他了，跑得这么快。来看看兄弟们，这是什么高科技？自己跑了。自己还能跑呢，自己送快递啊，啊，慢点个，追不上他了，跑得怪快。我跑到他前面，我看他自己能停下来，能停下来，停，哟，我拦着他，他还能自己刹车吗？还能停下来，这就是京东的高科技啊。